呵，顾笑笑，你还真能够出风头呀。只要肯努力，你也可以的。不过我真的很奇怪啊，以你这么穷的家庭，怎么会来学舞蹈呢？谁说我家穷？看你那打补丁的衣服就知道。杜笑笑同学，就算你挡了外表，也挡不了实质的。我有很多衣服，要不给你两件穿。谢谢你啊，不用了。而且我不是家穷。那怎么还穿这打补丁的衣服呀？这叫艺术，你懂什么？不过你这艺术也不太独特吧，跟街上的乞丐差不多。你不懂艺术。唐娇娇，来我办公室。你咋才来呢？打不死我想饿死我呗，是吗？咋不饿死你呢？饿死你得了。你还来神了？别在那跟我装啊！我问你，二傻子，你到底放不放我儿子？什么玩意儿？放你儿子？哎呀妈！你还欠我钱没还呢，还把我打成这样。不是，你还想放你儿子呀？啊，肚脐眼放屁，你怎么想的你啊？你不放是不是？不放！你买卖！哎呀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你信我掐死你！信不信我掐死你！哎妈，杀人了！你掐，你掐，你掐呀！你掐死我，照样替你陪你儿子。二傻子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说吧，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让你放了金宝？你把我伺候明白了，我就放你儿子。你说的是不是？啊，我说的。但是，你必须把钱给足了。行，给多少啊？给10万块钱吧。多少？10万块钱？抢劫呢？我上哪给你整那么多钱去？我偷去我？偷不偷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可跟你说啊，要是不给钱，你就请等着让金宝蹲巴黎了吧你。行，我给你整钱去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忽悠我，我出院就得见着钱，要不？要不咋的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不给钱呢也行，是吧？完了，你消停的呢，回家跟我过日子，完了给我生个一儿半女的。哎，你干啥？呸！哎呀，亏了，亏大发了。哎呀，我来到这个世上啊，就是挨揍来了。
站住！哟，真巧啊！是啊，太巧了。哎呀呵，怎么的？把人打完了，就这么跑了？我跑啥呀？被我打的人多了。你在人家门口干啥呢？贼眉鼠眼的，是不是想偷东西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这我家偷东西？你家？嗯，真的假的呀？哎呀呵，那可真看不出来哈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还不跑呢？我跑啥呀？我好好的待着。你摊事儿了。你摊大案子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被你打那个二傻子脑袋，让你干这么大个坑啊！那血滋滋的流老多了，可吓人了。送到医院，大夫说了，必须得大开颅，最后呢扣个玻璃盖，以后他就是残废了。重伤害，警察上到处找你呢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真的？那我能骗你吗？我就是看你啊，当时是因为帮我，所以我才没把你供出来，要不然你就完了。姐，你可千万不能供我呀！就像你说的，我是因为你，我才打了他呀，是不是？那倒是，关键还有一点啥呢？我烦二傻的，我贼膈应他，把他打死才好呢，总缠着我，赖了吧唧的，跟个癞蛤蟆似的。哎呀，姐，你真是深明大义啊！就冲你这人品，你这姐我认了，你真是我亲姐啊！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，你开口说句话，没我办不了的。你姐仗义吧？仗义。这个姐，你是不是认下了？认下了，认下了。那咱俩是不是应该喝一杯去？喝一杯啊？对呀，对呀，你请我吃个饭不就完了吗？那太应该了。这都不是事儿，不是事儿。走走走，走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经理，走。夏夏回来了。笑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你说你穷家穷业的，你培养艺术生干什么？笑，咱家条件确实不好，但是条件越不好，就越要有目标，有追求啊。这样，你才能实现梦想，才能成功。你说的倒好听，还没等成功呢，我都要让人笑话死了。谁笑话你了？你同学？他们笑话你什么了？人家说我家穷，买不起新衣服。小，等妈有钱，妈一定给你买好几套的衣服穿啊。棒了棒了棒了啊，这
人这是又打我这。喝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杯喝太少了，咱俩从现在开始，谁输了谁干一杯，我们都不干了。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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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干了，妥妥的，来，来，棒子棒子鸡，哎，这平了平了平了，来，棒子棒子冲动，冲冲冲，哎哎呀，这输了，鸡吃虫子，喝，咽下去，啊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！哎，别吐别吐，咽下去，咽下去。你整点啥玩意儿压压？这有花生米，给给给，来。哟，真行，姐，我真佩服你呀！我这佩服我啥呀？划拳呗！你说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你就没咋输过，你这弟儿啊，说句实话。我也佩服你，你咋那么能喝呢？从开始划拳你一直输，完你一直喝，你看你喝了多少瓶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七瓶，完了又整这么多白的，你愣是没咋地，你都快愁死我了你。哎，姐，你这话说，你弟酒量好，我没喝过，你说你愁啥呀？我愁啥呢？啊。你都不知道啊！嗯，咋了？你姐这个命啊，啊，苦啊！哦，哎呀，一般人我都不说。我这命，你说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哟，撵的撵，别提了。哎，啥也别说了，来，咱姐俩今天好好喝一杯，来。别，你别，你别。弟弟替你喝啊！弟弟替你喝，爷们儿，还有你那杯呢。来，干！干了！干！真厉害！啥也别说了，妥妥的。娇娇。娇娇吃饭了。娇娇过来吃饭了。吃饭。气得吃不下去。耍什么脾气啊？今天在更衣室里做的对吗？哦，批评你几句你就委屈了就？那不是重点。什么是重点？你心里清楚。我不清楚。你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当示范生？宝贝儿，咱当什么示范生啊？当示范生啊，免不了挨累的。示范生高人一等。还有自己的专属练功服呢。孩子，你就看中这些？你有没有想到，杜笑笑同学能够做示范生，他背后付出的努力，你的舞蹈功底有他扎实吗？谁说我的舞蹈功底不扎实？你要是扎实的话，今天那个动作就可以做得更完美。你做到了吗？我和他差不了多少，反正你就是偏心。我就要当示范生，我就要那套专属练功服。哎呦，不就一个破练功服吗？奶奶哪天买一个比那个还漂亮的，啊？你看奶奶给你买什么？你就这么饿着，不吃？不吃，不吃就不吃吧。
噔，娇娇，看奶奶给买什么了？看好看不？再看看这边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一件，奶奶给买回来了。我现在又不喜欢了。哎呦，怎么又不喜欢了？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儿？喜欢的东西买回来就不喜欢了，家里再有钱也不能这么浪费啊！我现在看一眼就不喜欢了，怎么地？哎呀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那咱就不要了。妈，他都惯成什么样了？哎呦，难不成送人？送人不更可惜了？你愿意送谁送谁，反正我不要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衣服给我，我拿去送人。娇娇，娇娇，快回，不吃饭了就走啊。杜鹃，杜鹃，周老师来了，快进屋。啊，不用了。我呢，给笑笑拿了一身衣服，不知道她穿的合不合身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收下吧，只要她不嫌弃就行。不嫌弃，不嫌弃。周老师。谢谢你了，快进屋坐一会儿吧。啊，不了，你忙吧，啊，你忙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哎，周老师，谢谢啦。不用谢。妈，妈。这是谁呀？这是，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我千辛万苦从樱桃村给咱家找来的专业保姆何倩。阿姨好，小美女好。妈，你们这什么态度啊？家里来新人了，我们应该热烈的表示欢迎，欢迎。这保姆有啥热烈的？去把洗手间那堆衣服洗了，顺便把那马桶好好刷一刷，啊？还愣着干啥呀？跟我走，走。不是咋的，还真把我当佣人使唤了啊！从进你们家门到现在，连顿饭都没给，直接给整厕所干活来了，干啥呀这是？哎，你们家是不是不姓唐，姓黄啊？咋姓黄的呀？哼，黄是人呗，黄是人的后代。哎呀，大姐啊，我这不帮你干着呢吗？那个一会儿啊，我告诉你我嫂子住哪屋啊，趁没人的时候啊，你就顺子，你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干什么呀？趁没人的时候啊，你能好好学着做菜啊，最关键的是要做合我大侄女胃口的菜，好好问问她啊。你都爱吃啥呀？你有那么好心？是你自己想吃什么了吧？呀，
你有那么勤快呀、啊？不是，那啥，小美女，我呢是农村人，没使过这玩意儿，你这个马桶咋刷，我都不太知道。哦、对完了。对对对，伯伯，你看着啊，这马桶啊就得这么刷，明白吗？是是是。啊，我给他做个示范。对对对，顺子啊，那你也示范着把那堆脏衣服也给洗了呗。行行行。你这倒霉孩子，去去出去！哎，啊，发现这小丫头挺厉害呀！我把侄女儿，咱俩得小心点，她刚才差点没让她听着。是是是是。对了，我都干这么多活了，钱啥时候给我呀？姐，你别急呀、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嫂子那儿啊有一个家传的玉镯子，老玉，老值钱了。然后呢，趁没人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偷出来。啥玩意儿？我偷？我跟你说清楚啊，我到你们家来，我是拿钱来了，我不是偷东西来了，我不是小偷，偷东西那事儿我不能干。别呀，那要不这样，你协助我，不然的话我一个人我这不方便。协助你行，你偷，我给你放风，行吗？成，那咱们就等合适的机会吧，啊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安静！我跟大家伙说一个好事儿。好事儿！哎呀，你们就来吧，保证你们啥也没见过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知道迈克尔·杰克逊是谁吗？谁呀？是不是跳舞那个？对，就是他，老外。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家有他跳舞的一盘带子。明天我拿回来给大家伙看看，真的，看看人家那舞跳，这家伙真的假的？那算什么？改天呀，你们去我家，我让你们见识见识百老汇的音乐剧，我家呀有全套的。全套的？我家有全套的。全套的呀？哟，换风格啦？真漂亮。不一样了哈。是啊。你真不该穿成这样，更衣柜里有剪子，要不我帮你。你帮我？你有那么好心吗？当然有了，我是怕你那乞丐风格变味儿了。你省省吧，你是疯狗吗？到处乱咬你。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呢？这么像我的？你看人民币眼熟吗？都是你的呀。佳佳，看奶奶给买什么了？再看看这边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一件，奶奶给买回来了。我现在又不喜欢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拿去送人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件就是我不要的那条裙子，难道我妈妈送给你了？你胡说！我胡说？就你那乞丐风格，怎么会买这么贵的裙子？这件少说有够你们全家买半年菜的钱吧。唐娇娇，你太过分了！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你们从来都不买菜。你闭嘴！哎，你敢推我？推你怎么了？你少什么了？好了，别吵了。上课了，上课了啊！他可是咱们周老师的孩子，你可别得罪他。
是干什么呀？你能不能活得有点尊严？笑笑，我，你是不是和周老师说，你养我有多么的不容易，咱们家有多么的困难？妈没有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周老师怎么可能给你衣服的？笑笑，妈真的没有，没有没有，一天到晚你就会说没有。妈不是你说的那样，周老师他非要给我衣服，我是因为不好意思才要的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少在别人面前给我装可怜，更不要带着我一起和你丢人现眼。挑苹果吃啊！妈，我昨天那条裙子呢？我现在想穿了。嗯，想穿裙子了？奶奶去拿。不用拿了，我送人了。送谁了？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裙子送给他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你不喜欢，爱送谁就送谁。挺贵的呢，送谁也不能送给他。难道杜笑笑有什么来头，让你这么巴结他？你既让他做示范生，又给他送衣服的。孩子，他跟你不一样。他跟我哪不一样了？我看你就是想巴结他。那好吧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呗。别生气啊。奶奶再给你买啊。吃苹果。我不吃。你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。娇娇，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？咱们家多幸福啊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没有父爱的家庭，你告诉我，我的幸福在哪里？那个尘放到一会儿我搬吧，没事儿，我搬得动。你总看着我干啥呀？有事儿啊？没事儿。你肯定有事儿，有事儿你就说吧。修和，我想给你借点钱，你看。我这么多年都没买新衣服了，我也想换一次新。想开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年龄也不小了，别一天总笑笑笑笑的。行，明天我陪你去买啊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你自己能买好吗？我去帮你挑挑。真的不用，你看我这么多年都没买过衣服，你就让我一个人去吧，啊。没说实话。
你看，我也没说过谎，我怕跟你说实话，你就不借了。是不是笑笑又阻你了？周老师送了他一件衣服，可不知道怎么地，笑笑他回来就生气了。那就不穿呗，你不能总惯着他，该管你也得管他。现在孩子也大了，也爱面子了，只要能让他好好学习，又不让同学笑话，这点小心愿我是应该满足他的。你这就是惯着他。你也知道舞蹈是笑笑的梦想，我不能因为这点事儿就耽误了他学习，这样我心里边也过意不去。你呀，行，我去给你拿去啊。妹儿啊，看点啥？老板，这件衣服多少钱呀？120。你能便宜点吗？看你身材这么好，穿上给我打个板吧，100块钱拿着吧。谢谢老板。穿好了再来哈。这姑娘真俊呐。啥？笑笑，这是新买的衣服，你捡它干啥？你别问。你秀姨那儿借的钱，你这一剪子就下去了。你不懂。是，妈是不懂。那你告诉妈，你为啥剪的呀？这一水还没洗呢，你别管。笑笑，你这不是霍霍钱吗？Thank you.
别管什么事，再不就要好，你的衣服去。站住！别管什么事，再不就要。同学们，来，你们都过来。怎么了？你们也过来。同学们，你们手上有垃圾的，都给这个身上带补丁的人。他这身衣服呀，最适合收垃圾了。唐娇娇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就过分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，小叫花子？你别仗着在学校有靠山就专横跋扈。羡慕吧？其实呢，我也很羡慕你。你在社会上有一大帮乞丐兄弟姐妹们，就算是天天吃垃圾，也够吃几年的吧。这个比喻好。你敢摔我书？我就摔了，怎么着？你再摔一次试试。哎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，别来了！放开！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！快坐一坐好。